剥好的咖啡粉用水冲下去，一阵香气马上清出来。在这间咖啡店内面，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豆仔，都是 Made in Taiwan 的好产品。三姐弟，然后跟爸爸妈妈，我们就是一起到台湾各个产区，然后像阿里山啊、国姓，然后还有纳马县那边，我们看到农民那辛苦的一面，我们就觉得说更要把就是农民那辛苦的一面让更多人知道，这样子就是支持我们台湾的农产品。来到这间店，一看到的都是不同所在的咖啡豆。这一家伙啊，辛辛苦苦四界上山去找豆啊，都是因为台湾味真正不同款。那我们发现说，台湾的咖啡跟国外的咖啡比起来，是非常的健康、非常的新鲜的。因为我们在地的咖啡就是很直接，就是从山上拿下来的，然后连壳都带着，然后整个就是很非常清脆那种声音、那种感觉，所以。我们是非常在乎，就是说咖啡它带给我们的健康的一个理念。这港的台湾味，予人领路就对了。嘛，予在美国读册的杨家成、杨佩奇和杨平义得到父母的支持，顺利在毕业了后，回来分店开咖啡店。毕业之后可以一起回台湾，就是让，就是把自己台湾咖啡的东西，自己台湾的农产品，然后发扬光大，让全世界更多人都知道的话，那这样子我们也是做了一件就是很伟大的事啊。最重要还是他们真的很爱台湾啊，对，很喜欢台湾这块土地，对，所以就坚持要回来台湾。所以你非常的支持他们啊？对对对对，非常非常支持这样子。三家第一开的咖啡店，将因所读的本店管理、食品研发和行销运用在经营顶面。什么是爱台湾？在这个火爱的心上，看到上实在的呈现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